如链家的这个松露巧克力，它是纯可可脂的，可可脂含量这个黄色的是70的，这个红色是55的，它的熔点是23度，入口即化，每年只卖这一季，纯可可脂添加松露，看，每个都是这种小熊的形状，黄色的是70的，就是稍微苦一些，红色的是55的，就比70的相比它就会甜一些啊，入口即化，特别的丝滑。很好吃啊，给咱们孩子吃也很放心。主要它是纯可可脂的，一盒90克，9.9块一盒，拍二发三，拍三发六，很好吃啊。花椒锅吧，9.9块一大包，里面有12小包，没有倒出来玩，这一包真的太大了。他家有很多口味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花椒的味道。打开里面是这种独立小包装啊，里面有12小包，然后就是咱们这一包打开一包就可以。也不用害怕孩子一次吃不完，然后受潮。花椒锅吧，就是甜甜的，然后有点微辣，然后麻麻的那个味道，就是花椒的味道。很好吃。平时追剧啊、聚会的时候，家里孩子都很喜欢吃，尤其是春晚的时候，真的是。老过瘾了，9.9块一大包很合适啊，一包还不到1块钱。最近电视被这款超模零食给种草了，它是今年春夏国际时装周指定的产品，被我吃了好几盒了。它一盒里面有6包啊，就连它的用料都特别的考究啊，热量仅一包只有90大卡，高膳食纤维，增选椰子油，而且它还添加了白芸豆提取物，一盒里面2个。外面这个酥皮有6层，就感觉轻轻一碰就会碎的那种，里面是浓浓的巧克力酱。真是超好吃。太好吃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？我本以为超模都是不食人间烟火呢，原来他都在吃这个。如果你早上喝腻了牛奶，可以试一试这个坚果植物奶。它这一瓶里面就含有了5种坚果，而且它还是低糖高钙的，口感特别的丝滑，浓浓的坚果香，是没有渣的那一种哦。用它来做早餐真的是好喝又有营养。这款是咱们家回头率超高的一款南方黑芝麻糊，南方黑芝麻糊也是老品牌啊，34.9块到手2包，一包是525克，15小包，这是大分量的啊，咱们可以对比一下。打开里面是这种包装的，还记得上面这个图案，之前小时候看的那个广告吗？这个是我提前冲好的，我冲了一杯，就咱们早晨来不及做早餐的时候，可以提前泡一杯，带在杯子里面，然后上班喝啊，或者是家里有老年人，一定要给他安排这个，就是咱们爷爷奶奶辈、爸妈都很喜欢喝南方黑芝麻糊。口感就不用多说了，它的口感众所周知，都知道的。它就是那种糊糊状的啊，哼，它就是糊糊状的，口感是微甜。我这是冲了一包，感觉这样吸刚好。如果你喜欢喝那种比较浓的，像粥一样的，你可以把它放在碗里面冲个2包，34.9块到手2大包啊，一包才2大包就是30小包，一包才1块多。拍完吃在嘴巴里面了，发现没有？开始。大白兔奶糖啊，看个盒子不可爱，家里有小女生的一定给她安排这个，或者是给女朋友。这一盒是约有那个20克啊，大约有20克，打开里面是这种包装，萌萌哒，太可爱了。把它给倒出来，我这个是原味的啊，它还有混合口味的，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，混合口味会比这个贵上1米。它是正经的大白兔奶糖啊，不是那种小白兔呀，白兔是正经的大白兔。大白兔奶糖是63年的国货品牌，多少国人从小吃到大，它外面是一层那个糯米纸，可以直接吃的，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。小时候是不是经常就盼着过年可以吃好吃的糖？家里有小女生的可以安排这个啊，而且明年是兔年，我觉得很有必要，真的是买一包这个糖给咱们孩子，或者是送给女朋友。紫皮糖真是每年年货必备，这款是俄罗斯正版的紫皮糖啊，不是那种仿的，就是正版的。KDV 夹心巧克力夹心糖，吃紫皮糖还是得吃正版的，我觉得是正版的最好吃。
上面有这个字母钢印，可以看到吗？特别的酥脆，还有是外面是巧克力，然后里面加了这个花生夹心。这一包是500克啊，每年年货真的是必囤这个。现在真是能拍且拍，现在提年货都得提前，不然的话你到时候真的是拍不了。里面有正颗的花生粒，超好吃，吃纸皮糖还得是正版的。今天又喝这个阳光西梅，它的原产国是美国，它的配料表是100%的西梅汁啊。西梅是来自大自然的益生菌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三磷醇，每天早晨功夫可以来个100ml。我主要是倒出来让咱们看一下，它这个里面是配料里面只有西梅啊，就是西梅汁，所以它这个看它这个颜色比较的浓稠，喝起来就是咱们平时吃西梅水果的那个味道，酸酸甜甜的，超好喝，就是西梅的味道。它适合所有人群都可以喝啊，老人、孕妇、儿童都很安全。儿童的话，咱们可以酌情增减，根据自身的情况。青梅果帕美兹，它和开市场上是一家，这个一盒也是15克啊，独立小包装，方便咱们随身携带。这个就是它的劲儿大一些，吃过之后会肚子痛，这个吃过之后就是会拉肚子的，建议不要拍啊。它也是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，很安全。就是你平时久坐不爱运动，喜欢吃各种高热量、高热量的甜品、高热量的食物，饭前来一颗，或者是你嗯不好了，管着肚子难受的，睡觉之前来一颗啊。管不住嘴，迈不开腿，一天一颗，多喝水。有重要场合出去约会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吃啊。吃过之后一定要喝水。